在我心中那个位置，我找不到人弥补，花在雾中吐露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高度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看事情的方式。哎，比如说，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底下的话，怎么可能同时看到那么多景物跟角度呢？啊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夜晚，让我们呢都变得特别的敏感。我们来做一些疯狂的事吧，反正我们都已经这么疯了。你不会是要我跳下去吧？不要怕啦，我也不能叫你做这样的事啊。不过我觉得，在这么高的地方听你唱歌，应该感觉很不错哦。想听什么歌？都可以，你选吧。好，那就听这一首。我一直寻找恰当的形容词。今天好漂亮。所以那天不够漂亮吗？都很漂亮啊。真的不认识我吗？钟小姐平常也喜欢听音乐吗？原来她不知道你是谁哎。采灵呢是新加坡目前最红的女歌手哎。我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你真的很在意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谁啊？在意啊。我在意的是你知道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像你不认识我，那我们相处起来就会比较轻松。让梦想的翅膀带领我们翱翔，飞越过黑夜白天，手指间的触动连接遥远感动。